那我们上层甲板一面有30件的做生意，在两侧的沙发底下。那我们。
大家也是
接着来啊，他才有趣了哈。啊，先给我们一点指教啊，给我们一点指教啊，传闻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帮介绍朋友啊。啊，如果介绍完了，他如果想要我的名片哈，大家可以交我的名片啊。啊，我需要包船啊，这个来跟我们啊，这个互动一下啊，去找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会跟大家做啊，很好的安排，很好的安排。我们大力要来包大船啊。是，对，我现在只在放自由行，那天自由行，我是跟那个碧瑶网结合了哈，从这个淡水码头上船，然后我上面给他们淡水一碗汤，淡水阿给，那我下面呢有，啊，那接待所有媒体的时候，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哈，那我们到了观光场以后呢，我们照个团体照。团体照啊，就是我们会里面的团体照。那我也会请我们船长来跟我们一起照相啊，请我们船长进来照相啊。非常最高的这一条船呢，真是很难得的一个团体照相。介绍朋友，介绍亲戚来搭这条船。那我再说明一次哈，我们的卫生间的洗手间不要少洗什么，那不是用刀哈，还有一个套房，刀不上还要套房。问一下，不是啊，要问一下哈。所以各位记得哦，我们在离船之前，就是回程的时候，你们要利用时间呢，去上上我们的洗手间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那这个就是高速公路了，这个是18标啊，18标，啊，18标。那高速公路怎样啊？那时候简又新当那个交通部长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个弊案嘛，哈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的贵宾哈，这个前面这条桥什么桥？高速公路过来这条桥什么桥？朝阳桥。哦，朝阳，你大概知道做什么事情啊？我给你请请。哦，建筑师哈，这个桥很有特色哈，从那桥过去就是泸州啊，就是泸州哈。那泸州现在因为堤防做好了，水也不淹了，五股也不淹了啊，所以非常棒啊，非常棒啊。那我们的淡水河呢？就下去吃饭啊，就自由的慢慢下去吃饭，也有去吃饭。好，那观众都看得到了，正前方我们啊，我们这个右前方11点钟的方一点钟的方向啊，那这最有名的观渡桥哦，是台湾的八景之一哈。那过来就比较有景色了哈，不过我们在楼下呢，现在烟没有了哈，应该机舱都已经化掉哈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到楼下去用餐，慢慢用餐哈。那今天有准备很多啊，这个好吃的东西哈，照到相我们就去吃饭。观渡桥回来再照哦。那这个就鸡蛋口有没有？这是自行车的休息站有没有？很大的一个自行车的休息站。鸡蛋哦。基隆河跟淡水河，叫做鸡蛋口。哇，都给人了。基隆河，我还以为基隆河跟淡水河的交叉口叫鸡蛋口。OK。我一个观众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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